不是说好拿到证照就会帮我出钱做生意吗？如果你能让我看到资格证，我就答应你的要求。不是说不是男朋友，明明就是。我们是情侣没错，我说了我需要你，我只有你而已。要我一周内让你成为大肠精，你还不如叫我教小婴儿跑100米算了。你的脸怎么那么红？动不动就说我是你弟弟，这样也觉得我像弟弟吗？你长眼睛吗？你是故意挡路吗？没看到我抱着箱子吗？这是我弟。你好。哦，小说好像是这个家的突变基因啊。尹世浩先生，你说你有喜欢的女生，那个人是谁啊？我说的不是别的女人，再说吴恩秀你呀、啊。闪耀的恩秀，7月24日晚间9点，未来戏剧台。